我两个儿子听到一个名字啊，马上就过来了。我鲨鱼呀，真是前好面像那一是很，对，甚至有一个然很后，牛逼的主播叫鲨鱼。看看吧，看看吧。我两个儿子也喜欢玩这个游戏。中枪！我是一把喷子。我的妈！喷子比我这个强。这傻小子，不是你搁那瞅啥呢？瞅啥呢？啊，直勾的。松哥那儿危险了，松哥。没有事儿，我孙哥威武。靠，他背影瞄到我了，倒。打死一个真人。鲨鱼哥，你那边刚才跳下去一队啊。痛！痛！小兔崽。鲨鱼，你那有人一号，全是人，你那好几个，完了，那全是人，我靠，应该就是那刚才那几个小子，这枪上就是刚才那几个小子，没跑，干他们去了吗？打倒人了，正前方，正前方，正前方，蹲这儿。去你的吧！下车快！打倒一位，松哥赶紧往下爬。还有人没？靠，我松哥被捕了。人有人有人。在那头，我刚才看他跑的一个。前面有坏人。不对，就干死俩我。还有人。偷偷猫过来，老子，对我说这个话有道理的。嗯。我怕猫过来，他们就跑了，然后所以我快点搂他。一个建议啊，我就如果你下次的话，啊、看着了，偷偷猫过来。我靠！这小子，看着了！我靠！哎，倒不倒？很漂亮。那你搁那晃悠？志哥，那儿有一个啊！哪？前面有坏人。那个阳台那儿，那个围墙那儿有一个。我想想，往前上，往那个树根底下撇雷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往树根底下撇雷。那我得上去才能撇呀。那你开别开枪，我告诉你，往前上，往树根底下撇雷嘛。搁这扶人呢，我就这一个雷。往前上，完了就完了，就完了，就完人了，就完人了，面对完事。我操，漂亮！这他妈的，就完了呀你！快走！漂亮！快走！走，赶紧跑那石头那儿。发一刀给他们加血，咱们加血。哦，快，咱们弄吧。倒。嗯。后勤工作还是要做好的。来了。完了，安居了。不行，这是片大旷野。完了，
我靠！好，让人干死了这傻小子！让人干死了这傻小子，都踩上了！我去妈呀！哎呀，行，最后捡个人头。